那相反，刚才吉尔贝克的防守、弹跳、篮板能力等等是很好，只是因为他的投篮的距离比较短。这边会投三分球的，还有分穿针引线、助攻，全部都有，串联全队的攻势。小胖子，哇！第一节的第二颗三了。小胖过半场了，直接把三分球。包夹已经在等，看一下穆伦斯要怎么处理，给到弧顶的射手小胖，小胖投上来啊，小胖直接再投一颗篮底下，穆伦斯哇，拿到球的时候已经太里面了，再一个，再给小胖再来投一颗，就有了 back to back 的三分球，对，小胖的射。这边小胖三场的掩护，来一个三分的出手，他单场的第六记三分球。开进来给小胖，哇！小胖说小胖可能不能 under 了，嗯，真的是不能走 under 啦，小胖遥远。给小胖来投，